大家早安，我是祥顺小蔡。这 Kia Morning 哦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啊，非常的有元气啊，车型也非常的讨喜。这一辆是朋友签的新车啊。那针对这个底盘的设定呢，其实他觉得还不错，不过好上还要加好，所以跟我商量了之后，我们选用了一套 TS 的短弹簧哦，来做一个更换，做个小小的升级。车身前后高度呢，大致上都在前两指后三指，非常的漂亮哦。那操控上面的一个提升呢，也非常的明显，这个过弯的犀利度啦，车身的稳定度都不错。您家是不是也有一样的 Morning 呢？是不是想让它更漂亮、更利落？小店欢迎你来电洽询哦，拜拜。